武夷山呢，我们这次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具体的文字，然后从这文字里面呢，我们会看到文字的艺术跟视觉的设计对服装的表述。参展者呢，我们这里面有周玉莹，有陈少燕，还有蔡怡芬，还有潘贝宁，我们还有两位北京的设计师周游老师跟李云君老师。那在这里面，所有的人都要用自己的视觉还有对时尚的了解呢，艺术的理解呢，去阐述出服装的作品。在这一次里面呢，大家都已经做了很充足的准备。最重要，这次独一山呢，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从董老师呢做跨界跟时尚的结合，用中华文化的一些文字艺术呢，表态出来自己对时尚的诠释。希望这个平台能够给年轻人创造自己的时尚。